冰千日用冰一时，赶紧上场吧。你怎么没事，上厕所呢，再去吧。你忙去吧。我想吃很简单，再来一个红烧肉，再来一个糖醋里脊，再来一个五香牛肉，金汤醋肚鸡，那差不多了。再就是我也不如。哎呀，难受啊！冬天的又冷又饿，没有人手，那么可怜。